找的地方都找了，这臭小迷不会开科技飞天上去了吧？哎，等一下，这卧室的方向怎么还有一股脚臭味呀？我去，这兔妹妹是狗鼻子吗？这都能闻到。好家伙，这卧室后面居然还有一个阳台。臭小迷，别躲了，我都发现你了，赶快乖乖束手就擒吧。好险，还好我有隐身药水，不然就会被发现了。可恶，明明能闻到它身上的气味，怎么就是找不到啊？算了，看我再去其他地方找一找吧。嘿嘿，既然有了这隐身药水，看我和臭兔子好好的玩一玩。首先换一下卡卡的装扮，这样就不会有脚印暴露目标啦。然后趁兔子不注意，直接来到天台的台阶上，往这一站，一会儿看我怎么好好的戏耍兔妹妹的。哎，有了，臭小迷每次都躲在树上面，话说他会不会又当老六狗到里面了？来，让我看看。怎么还没有啊？这不科学啊。嘿嘿，这边看我先给你来一个大嘴巴子。谁在背后打我？发现不了我，就问你气不气。哼，老是在背地里暗算我，这臭小迷真是太可恶了。小伙伴，你们知道小迷躲到哪里去了吗？赶快帮我一起抓到他。